暗时的黄昏，日子啊流逝，哪位人相依？如今老对一边去，一时向你向我暗示，暗示流浪多了时，冬冬的人应该退出几片。如今老地一片片，一时向向我暗示，暗示提多了时，日子啊流逝，到底相依。来，我们谢谢 AG Thompson 今天所带来的三首歌曲，让我们再次的谢谢 AG Thompson 精彩歌喉。哇，真的意犹未尽，我都忘了走上台。真的，你在那边，我怎么跟你对话呢？真的意犹未尽啊！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，是不是已经很嗨？对，今天下午热力十足，你看。太阳都被我们唱出来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所以艳阳高照吗？没错。所以我们都头抬四十五度看着他吗？大家有感受到我们的热力十足吗？有。哇，这是真的。大声一点，有没有？有。其实哦，前面的表演很嗨，我们哦，接下来帮你带来一首更嗨的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期待哦。很期待吗？你没有看后面已经开始在 setting 吗？该不会是？动词动词动词吧，对，叽叽叽叽叽这样子，对对对对。其实哦，接下来我们由那个雄鹰社哦，那个 Eason 哦，我们带来一个这个，他带来一个这个 DJ 的这个表演。其实你知道他是原本的职业是什么吗？律师。刚刚 CP 破梗了。哎，等一下 CP， 你破梗太快了。对，重来一次。对，好吧。Eason 是谁？ Eason 是谁？来 CP， 你大声一点。哦，律师。其实哦，他本业是一个律师啦。那哦，他今天会来做这 DJ 的表演哦。说实在的，不知道是兴趣还是斜杠。我觉得福伦的年龄越来越年轻，而且越来越帅。所以我越来越能沟通啊。你已经不是小鲜肉。啊，真的吗？你在太平市，但在地区不是。其实我在雄鹰跟他还蛮默契的。你大雄鹰平均年龄十岁。啊，是吗？所以。哦，真的是十岁，是吗？你看，没有啊。其实我可以把，我是不会去拉低他们的年龄的、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那你会懂之懂之吗？不会啊，而且我还会这样左摇右摇、欸。我告诉你，等一下的尽情摇摆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们把气氛炒到最高。所以炒到最嗨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是不是邀请要现场的朋友们？